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沙龙。今天双花姐夫这边拿一个比较神秘的东西啊，大家应该是没见过。昨天路上两个姐夫先过来见过。这边路比较难走，小土路，我们慢一点吧。前面又到了。走了个小三轮儿，过去特别烂。那还能咋的了？那这你不得磨大磨子？大家见过这东西了吗？就是以前的老物件儿，就是这个出现，我以前不能卖的。多少钱还不卖？弟弟太便宜了。这个大桌子见过吗？哎，这是放椅子吧哈？啊，放它，搁家放。别是。这是一套，是多少年的老物件了？哎，有五十年。我准备找了一个老房子，准备回来拍视频，我们把这些老物件都拉到老房子。走吧，看到没？这是沙龙的新住宅啊，我的小别墅。我带大家进去参观一下啊，我把别墅都放一下。走，大家看一下舒适的怎么样？这是人家一个不住的老房子，这个椅子零五六几年，上面花纹很多。以后呢，我就在这里把这里收拾的干干净净的，把一些以前老物件都摆放在这里。我会一点一点的弄，我会用这个摄像机都记录下来，到时候大家都看看吧，看看80年代的那种感觉。好了，我把别的椅子都放进来之后，我们再打扫一下就回去了。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下期啊让大家看一下我们整的这个小院怎么样。好，拜拜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沙龙。为了答谢所有的粉丝与朋友对我们的支持啊，我们自己开了一个花生油的小作坊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的花生油的品质非常高，前一段时间卖的花生油基本达到了100%的好评，这是一个非常的好的数据啊，足以说明我们花生油的品质。今天呢，我们就带大家看看我们，这个花生油的加工现场。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尝鲜节的这几天，凡是在活动期间下单的朋友都送一瓶，另外送一瓶香油。然后就是啊，可以领那个优惠券，可以抵15块钱，这个也是非常难得的。走，我们带大家看看加工现场。这边第一步，这边就是一个做花生的一个过程，这个也是非常要技术的，好长时间我做了半天。这个花生的品质是最重要的啊，由于我们这边的气候啊，是沙湿地，种出来的花生颗粒大饱满，所以说酿造出来的花生油啊特别的醇厚，而且说特别的香。
步一步了，用这个肥梨鸡啊和这个肥梨出来的花生油，大家看一下这个花生油的亮度啊，这就是我们这个花生油作坊的一个加工过程，大家也都看到了。反正就一句话，保证让大家吃到纯正的花生油。往外发就是这种桶，防摔的5斤一桶，就这种小桶。有喜欢的朋友啊，尽管下单就行。他这两天啊，凡是看到的就尽管下单，省很多钱，而且说还送一瓶香油，非常非常难得。过了这个时候就没这个机会了，希望大家踊跃的去买。好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祝大家购物愉快，拜拜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来到我大爷家，来拜访一下我大爷，好久没来了，过来玩一会儿，走。我大爷家坐落在一个就是村子的旁边吧，在田间盖的房子，因为城市吧叫郊区，我们这叫郊村。我们的这个大爷家的这个小狗也特别好客，来了就给我打招呼，哇哇哇的，你看，哎，你好。这个小狗特别的凶啊，特别的暴力，是看家的好狗。这个就是我大爷，来。特别想我大爷，来看看我大爷。我大爷家呢，这边，这是我大爷家的这个羊棚，里面有很多羊。这天太热了，这个羊也特别聪明，它不出来了，在里边凉快呢。再去看一下别的。农村的这个小院就是特别的乱，希望大家不要介意。农村生活就这样。喂着鹅呢，大家看到这个狗吗？这个是细狗的，我们这边叫，就是既能看家，还能逮兔子。我大爷特别的勤快啊，也在自家小院弄了一个小菜园子，现在种的这个是豆角，正在给它浇水。哎呦，这个水太凉了。这是自己打的那个井水，不，这个井水的特点啊，就是冬暖夏凉啊。你要是喝啤酒的朋友，用这个水瓶烧啤酒啊，那个啤酒和冰箱的绝对不一样，嘎嘣凉，那才叫天地爽。不，这边还有韭菜，这韭菜长得好像不太好。今天鹅去哪儿了？看一下咱家的鹅，找一下，走，去找一下。这边呢是我大爷种的这个蚂蚱。你在这里呢？这里还有我大爷一个就是古董啊，我大爷的这个古董战车啊，宝马100系啊，全景天窗。你看那个座位上就是没有电了，特别的给力啊！跑这来了，go！这个鹅呀也可以看家。如果说陌生人来了，它会扭人的。这就是我们北方农人的生活，家庭生活。家家养一些家禽，种一些菜。生活也非常的平凡。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，有喜欢我的朋友记得关注一下啊，有想来做客的我随时欢迎你们呀，再见。